Mik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about the Path of Exile community. These are people that can watch a 30-minute build guide video with no gameplay.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you see is a bunch of spreadsheets and math. And then all the comments are like, wow, bro, this shit looks fucking fun, man. Oh my God, bro, like, I'm fired up. I can't wait to play this, dude. Oh my God, this is gonna be awesome, man. I watched the whole thing. Thanks for your videos. So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you are making content for. These are not people that just, oh, well, we play the game and I like doing these maps because they look cool. Bro, these people optimize the fun out of everything and they have fun doing that. If your shit is not optimized, people in PoE will not fucking do it. Hello, 我是猫猫。昨天我本来已经录好一支影片了，结果辅助宝石今天就出了，妈，那支影片直接作废，气死我也。然后今天来聊一下新的辅助宝石，然后跟我一些看法，然后最后 得出的一些结论，还有新的 BD， 刚刚花了一大把时间再把之前的 BD 加进，当然辅助宝石也还没有加进 POB 里面，但是就是云一下，然后讲里面几个我觉得很有特点，然后很强的，啊，也有一些真的很烂的，啊，第一个就是我真的觉得很烂的精准烈火。精准烈火给你每次点燃给18%更多点燃伤害，但是每次点燃给你技能3%更少伤害，最多78%。那这个东西它其实一个表格，这边显示呢，用四段表来算，你必须要在4秒内打13下是最好的甜蜜点，就是差不多等于72%更多点燃伤害。蛋卷做的吧？蛋卷都没有付，这蛋卷做的吧？蛋卷不是 是不是你做的啊？管他的，反正就是蛋卷贴的这个啦。啊，这个就可以看出。四秒内子弹下可以达到72%更多伤害，但是讲真的，一个本来就不能玩的一个流派，他本来就不能玩的一个流派，你多了72%更多伤害，老实讲好像还是没什么帮助哎。所以我还是尝试捏了一下我的火化冰锤点燃，等一下我捏新的吗？就在这里，这真的能玩吗？我觉得不行。那目前捏下来。我怎么捏都过不了一眼，捏都过不了一眼，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玩。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蛮烂的啦，因为你就算一算嘛，就算达到它最好的效果，那之前的近战点燃多72%更多伤害会变得可以玩吗？然后新的点燃攻击圈也都蛮普通的，而且熔岩之力是本来就有的东西嘛。所以你点了熔岩之力，然后跟这里的火焰点燃持续加成，没了没了，你就这两圈东西，那其他东西你就可能是要开星团啊，或者是，哎，我觉得没什么帮助，觉得蛮烂的。所以如果真的开季头铁要玩酋长，我持续攻击的，你再想想好不好？再想想好不好？然后我认真要讲，我就算你今天真的要玩火持续攻击，我怎么想都觉得酋长会被暴徒屌虐，因为暴徒这个增加18%程度伤害，48%更多伤害，这个都是吃得到的。然后这里58%更多攻击伤害，然后圣怒跟毁灭仪式，酋长有什么优势？酋长硬要讲优势就是你大抗可以很高嘛，那就除了这件事情之外，酋长几乎是一个零伤害的升华。唉，好，然后来看下一个乌兰战壕，很抱歉我没有捏，因为我觉得这看起来很烂。这个看起来挺糟糕的，然后你要在想战吼本身它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所以你串这个污染战吼它本身就是一个5L而已，那更何况你今天要串污染战吼的话，你很高几率是要干嘛？你可能不会点武装召唤，你会去点说你会去用很多战吼去叠加你的腐化之血嘛，那又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很多个战吼，那你越多战吼你就越少一 L 欸，你污染战吼然后串精锐战吼，然后你可能还可以串什么，增加持续伤害的，增加异常状态效果的。那你串一串，那你还要再多串一个精锐战吼，再串一个什么基地战吼，然后你再串一串，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欸，你连越串越少、欸、然后你被辅助战吼造成四个腐化争议。如果你假设他跟玩家一样，就是本身可以叠十层的话，每一秒它可以造成6000物理基础持续伤害，其实蛮好看的。基础6000是蛮好看的，可是它只有5L啊，然后能够加成的东西又爆干少，所以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卫士腐化潮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卫士污染战吼。
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你不玩腐化槽就好，或者是你可以腐化槽跟这个一起，但是你一定要玩近战，因为他要捷径攻击，捷径攻击你就等于说六下捷径攻击加战吼吼到人这个腐化之血增益，所以加六下攻击吧，可以叠十层腐化之血。但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是，啊，你要撑战吼 CD 耶，你还要再撑战吼 CD， 因为基本上的 CD 都是八秒起跳耶，啊，你总不能串一个围楼，然后你八秒才吼，八秒才会造成一次伤害吧？所以你要撑战吼 CD， 撑战吼 CD 是很贵的。你要过来这边点深呼吸，过来这边点深呼吸，深呼吸这边有很多战吼冷却时间，然后你要过来点那个自然权威，然后这边两个战吼冷却时间，就是你还要再做太多额外的投资才拿到腐化槽的效果了，觉得太糟糕了，我觉得太糟糕了，所以这是我没捏，我不知道他的特点有什么啊，搞不好他有可能实际上每秒6000就很猛嘛，我现在想不到他的意义在哪里。分子辅助刚出就知道是一个可能来搞笑的技能，不过他后来也有一个对贫血敌人增加 40% 伤害，不是更多，就是 40% 伤害而已，不是更多，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帮助，可能是像我之前所讲的死灵师，如果你是自己打人的死灵师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来消耗尸体，你去等于说你牺牲一个 L， 然后去拿到刷图的时候可以常驻可能 100% 公司数，听起来是蛮不错，可是也就刷图而已啊，刷图拿 100% 公司数不是很强的事情，讲真的不是特别强的事情，而且你还要花 1L， 但可能感觉可能是 HC 比较会喜欢这个 HC。用这个可以防施暴，然后又可以，它不能防刺鸟，恢复能力就等于你后期伤害溢出的时候，可以把六 L 换五，变成五 L。然后我越讲越心虚，算了。复仇烈焰造成相当于图腾最大生命值的137%基础火焰伤害，在竞技仪式图腾都已经被砍烂的情况下，在炸图腾也消失的情况下，坟墓辅助来了。然后他要被打才会触发复仇烈焰哦，然后冷却时间至少一秒，你有看到他下面有一个固定冷却时间一秒，我觉得是来充数的，应该是这边的所有辅助里面其中一个来充数的技能，因为这个跟那个问题一样啊，这个跟震波一样啊，就是你有 CD， 然后又是很奇怪欸，你有 CD， 然后又要一个那么难的条件，要别人打图腾才会触发，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欸。仙肉辅助，欸，今天很多人一直来说，欸，那仙肉辅助出了，那守护者会不会有料什么什么的？没有，守护者新生化还是看起来蛮烂的。这个仙肉辅助助影配助影强吗？我觉得还好，他可能会变成助影，可以考虑一个串联，但是对助影的帮助没有很大。他反而最强的是给骷髅法师用，因为骷髅法师的持续时间很久，基本上都是40秒、50秒起跳的，所以他可以给苏醒之怒跟肾上腺柱，然后加上骷髅法师重招又很快，因为骷髅法师有串释放回响嘛，你重招一次就直接招八只，啊，所以这个会直接拿到，等于对骷髅法师来说，你一直重招的话，就是每一组骷髅法师都会有五秒的肾上腺柱，肾上腺柱的效果是100%伤害。100%伤害跟25%攻势数，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是很强的哦。还有一个10%误减，都忘记了。我觉得配骷髅法师很强，然后骷髅法师也给很高的一个基础暴率跟暴力加成。好，这颗好，给骷髅法师好用，其他还好。火灵持续时间太短了，火灵持续代表说也是可以，可是火灵持续时间才两秒，你有没有想过那两秒你好像直接串一个伤害串联不是更好吗？那才维持两秒，而且你再加上火灵还要跑过去，欸，火灵还要走过去，欸，走过去那个时间也要个0.5秒吧，就是挺糟糕的，但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帮助，而且这个对自爆火灵可能也没什么，因为你自爆火灵你不如直接串一个伤害辅助啊，所以这个我不给过，这个你就算说自爆火灵两秒内赶快他就自爆了，那你直接串一个伤害不就好了？自爆火灵爆那个自爆是不会吃暴击加成跟暴击率的，欸。换武器也可以，因为换武器持续时间60秒嘛，你如果有稍微撑一下，持续时间60秒，可是它是一根一根招，然后又要然后持续时间6秒，其实它没有像骷髅法师那么强，这主要是骷髅法师
很明显太适合这个辅助了啊，其他召唤物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冰寒之气，抱歉，我跳过好不好？跳过好不好？召唤要用的嘛，可是其实没有，因为本来我们召唤师通常来说都会点异能魔力，直接开一个免费的光环。那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文章在讲说，召唤圣物可以直接配这个，然后等于每一个职业都直接免费得到一个永久的光环。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好的事情，因为他最后出来的每秒承受 14.3% 最大生命百分比的物理伤害，我觉得太高了。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他说召唤圣物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带永久光环，因为召唤圣物他每秒获得秒回是464嘛，然后他的基础血量多少？不可能每个人都自带一个守护祝福辅助配召唤圣物免费光环了，免费58光环太扯了。定位地雷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有料的，但是它的副作用太大了。我如果你还看不懂定位地雷，我简单解释一下，它就是被辅助技能会投资额外两个地雷，然后把你的攻系攻击还有法杖攻击都直接变成地雷辅助，所以它等于是自带多重陷阱加上一个地雷辅助的串联都在这颗上面，所以它等于一个 L 几乎有两个 L 的效果伤害，所以还挺不错的。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可是它的副作用很大，因为它的副作用是被辅助的技能地雷总是瞄准你的位置，所以如果假设你是玩什么闪电剑士地雷啊，或者是玩什么地抽地雷，你放完地雷之后你要火冲过去还是闪现射击过去，然后让那个地雷瞄准你的位置，所以它很明显是一个打王专用的一个定位，它的定位就是打王的。那其实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如果你今天要打王，你为什么不用专注炮塔就好？一个6 L 专注炮塔，然后这样另外一个6 L 自己打，你可能就刷图跟打王都有了。但是这个地雷，我觉得它的伤害潜力是很高的，只是它副作用太大了。它的副作用只用的地雷总是瞄准你的位置，它注定了它不能刷图，它刷图起来会很不舒服。对，有可能是打王的时候才换这个辅助吧。我觉得蛮糟糕的。我觉得定位地雷辅助就只有打王有用，它可能之后会有很多那种定位地雷。被什么力抽啊，被什么力量穿引，然后直接把王给秒掉的影片吧。投资物返回其实最后来说的话它还不错啦，还是不错啦，勉勉强强啦。因为投资物返回它这个效果是回来的时候会 61% 更少伤害，所以它的其实就等于 39% 回来的是比如说回来是三百零八，你现在所有的投射物造成是300%伤害，三倍伤害，然后再乘以0.39，对不对？117，勉勉强强啦，勉勉强，就是一个投射物它可以用，除非你今天有一个就是你投射物劣化会有更好效果的，比如说钢裂，比如说那个最主要就是钢裂嘛，钢裂的返回会有很高的额外伤害嘛，因为它会有很多投射物一起返回，然后还有龙打，还有闪电打击啊，闪电打击不会，闪电打击也是会造成一次伤害，那就是龙打跟钢裂最明显的。哦，对对对，还有那个弹片炮塔，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流派都。就可能可以考虑串，如果你没有更好的话再考虑要串，没什么帮助。献祭辅助最后它出来的是献祭你 28% 当前生命，根据献祭的生命获得 48% 额外的混沌伤害，其实它给的还蛮大方的。假设你今天是5000乘以 0.2 1000嘛，1000的，所以差不多440魂点。对啊，给魂点啊，440魂点哦，哦，蛮好啦，真的蛮好啦，只是你要解决它的副作用。那它的副作用谁可以解决嘞？这个献祭辅助谁可以解决的副作用嘞？你可以考虑第一个想到可能是秒回不中断的那个，因为它这个28当前生命是绝对20%，你护甲再高，闪避再高，什么东西魂抗再高，什么都没屁用，它就是直接献祭你28当前生命，所以这个。基本上它除了图腾或者是 BB 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是用药娘去玩。
个 ES 流没有用，这个要用药娘去玩。为什么药娘可以玩呢？因为药娘可以玩法术，药娘可以很好的善用这个点伤。他可以善用这个点伤之外，你配这个手术大师，你的生命恢复药剂永久作效，这个东西可以把献祭辅助的副作用给弄得服服帖帖的。弄的福利贴，要不然你其他流派要处理那个每一次释放，处理你28当前生命，哇，你会中风哦，你会中风，会不你很不好处理，这个问题很大。图腾吧，这个还是最好还是配图腾，图腾随便都可以撑超过10000血啊。图腾现在这个版本呢，虽然图腾已经血量已经被改弱过了，但是图腾还是很轻易就可以撑超过10000血啊。啊，10000血就等于880魂点伤哎。这个我觉得还是，可是你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你的图腾药会回血，目前他是看你的血量，是看图腾的。哎，对耶，他放出来那个时候，哎，哦，对，他是放出来那个时候损你28当前生命，应该蛮不错的，感觉是禁忌仪式图腾的，也不用禁忌仪式图腾啊，就是什么看你要玩什么图腾。只要是附加伤害高的就可以了，可能什么炽热魔化图腾啊这种附加伤害很高的，我觉得他最后给的还行，但是因为他这个虐待辅助对毒的没什么帮助，除了大家在讨论低龙人，但是低龙人毒的低龙人，我觉得那个那套也不是很强，那套比较方 p 啦。之前正龙哥有组一套低龙人药娘，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他那套可以秒 Uber， 但是条件先决条件超级多。先决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有讲到，这东西就是赝品于尽之痕啊，完全它就是赝品于尽之痕，所以你点燃不会想考虑用这个，因为你如果点燃要用这个，你不如直接穿越赝品于尽之痕就好了。所以这个东西要给谁？一定是给流血。流血现在缺的好像不是伤害，因为流血你给流血流派88更多伤害，流血是很开心，可是救不起来哎、欸。但真的救不起来、欸，流血的问题太多了。流血的问题就是，首先升华烂嘛，位置本身很糟糕，然后流血的配套又那么少。不是啊，你如果想玩流血，你干嘛不玩毒？就是他现在就是把这个游戏弄得这样子啊，持续伤有点燃有毒，这两个持续伤那么强，然后流血他又不敢，他要做出特色，又不能给他们燃烧很强的机制，或者是毒很强的机制。那他们之前有做嘛，就说哦，那不然流血来给他一个很像毒的机制，来个飞鸿舞道叠八次流血，然后你的流血伤害降低50%，那最后才加多少伤害，你叠满八下才多4倍伤害。哎，你要叠满八下哎、欸、然后因为你要叠这个八下你要撑攻速，然后飞鸿舞道跟那个也不搭，所以这个虐待辅助我不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他是出来拯救流血的，因为很明显点燃跟毒都用不到他。他们设计的不错啦，因为他今天就是不希望那个东西被中毒跟燃烧，就是中毒跟燃烧已经是够强了，然后今天又出一个辅助宝石，为了要救流血，结果又把中毒跟燃烧变更强，所以我能够理解这个情况，但是好像救的不够大力耶、欸，好像救的不够大力耶、欸，真的有点烂耶、欸，然后魔刃，干，我觉得。今天出了这边所有宝石里面最强的一颗魔刃，居然给135%伤害附加，哇，20等给135%伤害附加，你敢信？超级扯！我直接捏了两只角，我直接捏了两只角色，捏一只那个元素只是蛋卷捏的啦，然后另外一只是我捏的是那个判官战法，因为你还注意到上面的叙述居然没有出现不能跟战法一起使用，他居然没有写这个哎、欸，魔刃辅助可以跟战法一起使用哎、欸。这意味着什么？你如果拿一把高点伤的单手武器，哎、欸、，AKA 白风跟祝龙匕首，这战法加上去就是235%伤害、欸。来，我们来开我的判官祝龙战法收割。我们来看祝龙刀哦，祝龙刀的总 DPS 是483，483乘以1.35等于652。652再加战法本身加483等于1135点伤欸，真假的啦，你只要串个战法
你算个魔刃辅助再加战法，1135点伤，哎，有那么好的事吗？有那么强的事情吗？那、啊、你知道接下来在干嘛吗？我们在选给点伤最高的一个技能，收割物理伤害，它有1900到2900的物理伤害，然后再给它串什么？再给他串那个战法，然后赋予命能爆发啊，不，这套没办法，因为火收割那一套基本上就是一定要配命能爆发，啊、才会有一个重复伤害的一个位置。然后收割还会有这个每颗血晶球造成15%更多伤害，然后最多5颗，哇，整个人都好了，我整个人都好了，这只是捏的还有点随便，那、啊、你就参考一下就好了。这只 POP 我也放在下面，只是他捏的就是比较随便的方式。就是把他就是穿个忠臣之夫啊，然后穿个魔男之二，他之后应该会有一些更好的配置。那种是完没捏好啦，自己捏好，因为祝龙火收割也不是我的领域，那个我也不敢乱捏。异变辅助58%更多最大攻击伤害，69%更少最小攻击伤害，然后他没有限定物理的，一开始我们本来会猜他应该会限定物理，结果没有，那代表什么呢？呜呼，能量之刃来咯，能量之刃，我这次应该改成雷鸣冻结吧，改雷鸣冻结，能量之刃来咯。能量之刃的最小伤害是1还3，反正就是一个超级小的值，所以能量之刃会直接无视它的更少最小攻击伤害，会直接无视那一条，而是增加，会直接拿到更多最大攻击伤害。很遗憾，我还是要讲能量之刃真的是垃圾，能量之刃就是玩具啊，你要用炸鸡之丸，我其实讲真的，炸鸡之丸打击真的是太烂了。炸鸡是不要玩近战攻击啦，炸鸡是你玩什么魔改剑士啊，你玩什么魔改剑士啊，你玩什么法术都好，你不要用那个近战攻击玩能量之刃啊。哦哟，可以当卡拉丁吗？我也希望他是卡拉丁，可是他好像是六等前的卡拉丁，他是六等之前的卡拉丁，他有点烂，因为这套我怎么捏，最后伤害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我还给他，因为要配那个异变辅助吧，因为异变辅助有最大攻击伤害，但是相对来说你还没有拿到幸运，那还好，因为非暴击闪电伤害从闪电专精被拔了，然后星团上的超负荷也被拔掉了，所以现在暴击你要拿到非暴闪电伤害幸运，就只能从暴风之眼拿到，很贵耶，拿用一条项链去拿飞豹上飞豹闪电伤害很幸运，很贵耶，啊、哦，所以我觉得电器现在是整个挺糟糕的，对，就只是捏一下，但我其实个人觉得这套我觉得它问题太多了，但是它的配置还蛮有趣的，配置还蛮好玩的，哎，没错，还有配千利艳平阿尔贝隆，但那个我之后再介绍。就是能量之刃太糟糕了啦！你看这只能量之刃，如果我把能量之刃关掉，我这只有8600 ES 哎、欸，所以这只可以超级扛哎、欸。这是我能量之刃换成一把，我就今天不要能量之刃了，我换一把高的三体爪、三体匕首，随便，反正就换个三体匕首，然后我去点夜刃，不是更爽吗？我有8600 ES， 不是更爽吗？有稿头是有稿头，但是那个稿头没有比那个祝龙还要强，因为能量之刃你还要烦 ES， 太烦了啦。就是首先 ES 就是你的生存 ，ES 就是你的生存，对吧？你如果是玩能量之刃的话，你一定是玩 ES 流，然后你把你的生存再转成伤害，而且是直接把你一半的有效容量直接转成伤害，太奇怪了。就是能量之刃本身它的副作用那么大，给你的好处又那么小。那么小，趁糟糕 ES 隐隐盗梦陷阱，我觉得还比较有料。祝龙比这个强太多。你如果真的要玩判官战法的话，我推荐你玩祝龙或白风，反正不要想到能量之刃。能量之刃就算要玩，也是很后期的那种象牙塔能量之刃那种。哦，那套很贵哦，那套象牙塔能量之刃那套很贵哦。有组过都知道，那套难组的要死又贵。COC 象牙塔能量之刃战法，那套超级难组的。然后异变辅助，然后这边再顺便提一下异变辅助，这个阿圭做的这个表，它测试大小伤辅助以及伤害幸运对于三体流派影响各伤害元素伤害的期望值，
云柱商业使用公的 T1 点商品质计算，对，而且那套也是帮 B 而已，那套 也是没有很猛哦。我还没有讲到创伤，哎，对，我还没讲到创伤，等大家讲。这个是那个他算的这个结论，那这边直接讲懒人包。对于三体商而言，大小商辅助给予大概26%更多，然后对纯电商而言，大小商辅助给予大概51%更多。所以纯电商这个东西还是给纯电商攻击流派还是蛮大的一个效果的。但是今天问题来了，幸运加上去又更猛，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幸运，找到幸运的话会更猛。但是幸运在这个版本已经非常非常不好找了，除了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拿幸运，就是新的那个抽奖腰带，那个抽奖腰带断了啦，不要啦，抽奖腰带不要啦。不行啊！来，创伤辅助。然后创伤辅助，我觉得最后给出来的数值其实，其实蛮大方的，真意想不到，给了一个大方的数值，11-24，所以如果你叠30层的话，30×11等于330，然后330×24，330×70物理点伤，物理点伤，这个等于直接给你一把，你直接双持2把大斧头了，拿一个 L 换大斧头，可是问题来了，你要叠到30层啊，叠到30层，你人都先不要论王，把你打死了没？这个叠层呢，它不能用多重打击去叠，因为创伤它里面有讲了，被辅助的攻击第一次击中敌人的时候，使你获得创伤。我看到很多人云的那个。我这边来拿一下 NKK 的冰锤创伤勇士，啊，这个我已经把这个写上去了，然后他没有用，可是他这个都已经用觉醒攻击，然后这个多重打击对不对？你就必须把多重打击给拿掉，然后这里 5.117 这边 5.17 直接算大概7秒内，因为创伤可以持续7秒，所以最多可以打35层，我这边是给他算35层的伤害。然后他配什么呢？选择使用双袭，因为双袭是唯一的锤类，然后此武器进行的攻击对冰缓的敌人造成双倍伤害，等于说他会再把这个物理点伤直接放大一倍，哇，感觉超猛嘛！这把大斧头，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伤害也就6N 左右了，现在伤害也就6N 左右。我不知道这一套到底它运作得起来，但是我觉得冰中之锤不是最好的选择，冰中之锤创伤辅助不是很好的选择。我觉得比较适合这个的话，还是要用 Heavy Strike 这种技能，用 Heavy Strike， 然后你武器你不要用双击，因为双击的效果跟 Heavy Strike。他们是重叠的，因为 Heavy Strike 自带48几率造成2倍伤害。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说，去用一个攻速快的一个基底，你可以用短杖 X 跟这个应该不能用 A， 这个应该不能用死我的，创伤不能用死我的，他只能用斧锤、权杖、长杖。拿一把超大的物理斧头，然后你配 Heavy Strike， 再配那个卡鲁战乱珠宝，卡鲁战乱珠宝对不对？他是用什么？他是用马拉克斯。你去用卡鲁的战乱珠宝，然后放这个位置，然后拿一大堆的5倍伤害，去拿一狗票的5倍伤害在这边，然后配 Heavy Strike， 把它撑到可以100%几率造成2倍伤害，你就不需要双骑了。所以这套的前面可以先用双击完，然后后期的话，你可以选择使用一些可能高攻速的双手斧啊，或者是高攻速的单手斧，像是那个圣怒加你的圣怒上限的那把斧头，然后你再去点那个圣怒上限，这个加5圣怒上限这些东西点一点，然后你就完成物了。然后腰带去配那个熊之树。你腰带就是配熊之树，每10层圣怒加你的5%物理伤害。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创伤辅助比较适合纯物理啦，比较
比较不适合元素，因为元素其实不缺点伤，大部分的元素流派是不缺点伤的。然后这个物理点伤你没有拿来玩穿刺，哇，天打雷轰！你这个给你那么高的物理点伤，你不玩穿刺，天打雷轰，不行不行，这个一定要玩穿刺。他这个这套用主要理由只是可以配寒焰而已。这样，那有什么推荐的东西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在下面流派。我们下次再见，拜拜。